啊，因为以前我们这个海边哦，都是有那个礁石嘛，那都会会长很多那个蚵仔蚵啊。对对，野生的蚵啊。对对，现在都没有了啊。啊，以前很多贝壳啊，现在都死光了啊。是最近才这样。没有，有电厂以后。哦，哎，印象中是这样。以前小时候去海边的时候，就弄起来，然后搞。啊，我们就尽量来配合他们来做。啊，有时候稍稍一点机器不正常，我们不能见怪。是不是有跟以前比起来有改善？你觉得？我跟你讲，刚刚开始而已，你别讲阿姐。你说他的机组才刚换新的而已。对，我在想一定会。为什么？我刚刚不是跟你讲那个煤炭就用那个装起来了啊，所以能够没有电吗？不可能没有电。嗯。所以怎么样，把他们的影响降到最低，好，那回馈尽量给我们提高，这样就好了。新的机组目前的观察，我们觉得并没有说带给我们什么不方便的地方，或者是说感觉到污染啊，或者是说造成环境上的冲击啊，这方面倒没有这个感觉。